们这两个走进来，同一批群，他们同一批群，听到他们在里面。如果他已经有打扮过的话，他可以不用这样考，就是统一点，肢体的装自然一点，那就男生一点，对装，对，可以多一点点，多一点那个，反而是他比较尴尬嘛，一两个男人一起从里面出来，但你是先躲一下，然后往那边瞄一点点。胡子，你现在别画胡子，所以你要多说一点，然后就盖。好，然后就打开一个男生的脸，好，就不溜，最后三步就跑。对，而且一开始是贴了这个没问题的，贴了这个到这边，然后你小镜子在那边，所以你往左边，叫他滚出去。对，这样，打夸张一点。对，差不多这个感觉。地墙画，不用画了，地墙画。终于来了。那个地墙画，你不用画，你把笔给他画。笔那就要用道具的，这样的吗？现在要画。对，现在画。是地墙画。让地墙画。有在走廊。你可以画的尴尬一点。你喜欢点点吗？他身上不要调皮。你说他身上不装这个，你看我的心情，看你的心情。一定我要看这个，看你的心情。如果要跳王者的话，关键你在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拿出来一支貌似看铅笔的这种东西，完全没搞清。你想画，真的画。这个复原很快哦。OK， 好。这现在是画皮。好看。等一下，你录的时候要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你等一下拍的时候是快速的，你不能现在这边慢慢的，等一下拍的时候快速，所以你必须要差不多，要差不多，要差不多。就是这样子。下来。Hello。别笑。别笑。好，你笑。扯皮，对，等一下拍你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，数据画完比分的好看，不看出来就是可以，因为他确实是比较适合中性的打扮，我看他穿的丝很怪，没有，我只照他原本的那个保安。人家是美女才有胡子，因为小学就是看到很多有胡子的基本上都美女，大部分，所以小秋的胡子不是很明显啊。还行。然后下面再来一下，下面再来一下。这样我还会比较痛，你知道吗？刚只是打包而已，好重。哦，这样就比较壮了，对、哦。原来是你手法的问题吧，不是笔的问题。专业一点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女生会不会爱上我？我什么都是想太多。太高。不是，这络腮胡，络腮胡的感觉。可以啊，你这边如果有，这边就一条，就各一条好了。那旁边再加点络腮胡的感觉。不是啊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勾的。可以啊。来，不要笑。人长得帅，人长得帅，怎么样都帅，真的。就算是在画别人也帅。如果画的是长得像李翔这样，我估计会卖得很好。一堆人叫他上去，让他就是示范。太软。OK， 来。哎呀，手有点天赋。